小朋友来玩游戏啦！一二三四五，六七八九十，小朋友，你会从一数到多少呢？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是跟数数有关哦，还要再配合上这颗球。那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呢？请哈密瓜哥哥赶快来教教我们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先一起来练习从一数到二十吧。好，小朋友准备喽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哇，好厉害呀！给自己拍拍手。很有信心，都数得很好哦。那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游戏了，就是抱数球的游戏。好，哈密瓜哥哥先来这边。好，那彤彤姐姐来后面。等一下呢，每一个小朋友拿到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从嘴巴念出一个数字哦。哈密瓜哥哥先开始。一、我们还多数到二十五呢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玩难一点点的，换位置好了。好哎，我们来大风吹，交换一下位置，把你隔壁的小朋友换一下。那你们要怎么换？那你来后面好了。哦，那你们两个交换位置。好，那你坐这里。哦，那Danny来第一个。好，那彤彤姐姐，我们两个也换个位置吧。好啊，没有问题。我来，我来。那这一次也是从我这边开始好了。好。哦，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喽，数字也不一样喽。准备开始。一、二，很好。好，接下去。三、四，好有精神。五、六、七。十一，哦，很好。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。哇，好棒哦！我们数到二十了。那接下来呢？这一关比较难一点点哦，小朋友要在地上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，喜欢的颜色，坐在那个颜色上面。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地上有红色、黄色、绿色、紫色，看看小朋友喜欢什么颜色。好，出发！好，出发！好，大家都选好自己喜欢的颜色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传球，你说完数字之后，就看看你要把球给谁。我们现在不传给旁边的人咯。哦，没有顺序，对不对？看想传给谁就可以传给谁哦。好，那我让彤彤姐姐先来好了。好，我来先数一。给谁？给你。一碗是什么？一碗是多少？二。棒了。你要给谁？哦，给哈密瓜哥哥。三。那我给杰柔。四、五、菲菲，菲菲接住！哎呀，接住！好棒哦！五丸的数字是多少？六，六，很好，很好。要给谁呢？接下来，
想要把球球给谁？球球给哈密瓜哥哥吗？还是给 Danny？ 二给 Danny。二。六完是七。八。好，我来八。给子怡。九。啊，又是我。十。给你。十完。十一。十一。十二。十二。十三。很厉害。十六，十七，是给你的煎肉。七八，十九，二十，好棒！哇，大家都闯关成功了耶！太厉害了！好，来来来，小朋友，我们来中间。好，我们回到中间来，一起坐下来。好，一起坐下来。好，菲菲坐这里。好，坐下来。小朋友都好厉害哦，大家没有因为嘴巴要念数字，手上还要拿球球就念错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所以呢，大家也都学会了数数的概念呢。这个游戏也可以训练小朋友嘴巴还有手手的协调性，也非常适合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哦。那我们下次再一起来玩好玩的游戏吧。耶！